我在怪我好恶心啊，软。但是我的下面怎么会是黑色？如果你觉得好喝的话，还气泡泡给别人喝。吹进去，你知道空气？这样在吸上。嗨，我是莹。嗨，我是甜甜。嗨，我是 Pola。今天要干嘛呢？今天我们要来做果汁机。难怪有果汁机，打果汁喝吗？这是新的。暗黑洞洞乐的果汁机18洞，看到暗黑两个字就。你们从里面抽出自己的食材，最后打成果汁，然后再去喝它就行了。有正常东西在里面吗？耶、yeah~ yeah~ ！为什么我们要苦嗨呢？耶、yeah~ ！好好，剪刀石头布，石头布。好，我一二三，好，就这个了。我们这一次在里面总共的准备5瓶养乐多，哇，要5瓶，难怪有这么容易抽到。好，那我再来抽。好，对，好，我紧张。坚果被我给抽到了，换你，换你，换我，我要抽。好，那我就抽这个。好，我来抽。耶，我也抽到养乐多，好帅。换我这个好了，好，这不知道啥。M 巧克力，巧克力多多，巧克力多多。软糖不会吧？我有点害怕我的。哦，换我了，换我了，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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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。是什么？绿色的。我擦。甜甜最不喜欢吃抹茶了。这个是好吃的，可以交换。这个炒饭也很好吃。我们一人有一次抹茶的经验。换我，好，这个好了。养乐多，好幸运啊！超幸运的，已经2瓶养乐多了。好，换我，这个好，我好开心哦。而且我们家的洞洞乐是发什么事了嘞？破烂这样。剩下剩几瓶？剩一瓶。好，我要抽这个。好，离我最近。起司，打成果汁。哎，真的没有，这真的暗黑。好恐怖！甜咸，我的天哪！哇，说不定好喝。害怕。哎，换我了。你怕？好，换你这个。我觉得暗黑基本上就是把我们剩下的食材没有用完的再放进去，再放进去。好，换我，这个好。饼干，这是我们应该没什么味道。平常拍片小点心，我都是零食呢。不错啊，对啊，也都甜的。好可怕。好，换我，换你。好，这个好了。草莓果酱，我上次炒饭的，它有草莓果酱，然后还有抹茶果酱，厉害哦！奇怪，是不是上次我炒饭太好，所以今天都抽到奇奇怪怪的？有可能没有，你已经太好多次了，换你，换我这个好。果冻，哎，抽这个，这已经快破掉了。好，这啥？番茄酱是不是你们昨天有吃麦当劳？对，换啊，换我，好，抽这个吧。海苔，哦，这个，养乐多真的没有抽到，哎，好幸运！哇，那你可能都是养乐多味，真的没有抽到。好，换我，我抽这个。这什么？这个是饭，可是它应该没味道吧。米浆，不会吧？应该不会变米浆。好，最后一个了。好，没有掉血了。这什么？什么？葡萄干。波拉果汁店开张。
我要倒入我的多多，我的基底，基底多。再来一个糖醋酱。M 巧克力，噔噔噔噔。Oh my god！ 为什么？为什么永远我的颜色就是都很像就呕吐物啊？感觉天哪！没关系，我们的也还没有上场，应该都多多味吧？超像呕吐物，好，我要倒出来了。那我的怎么办？我的天哪！我好想吐哦！哇，三瓶多多有这么多哦！哎呦，刚刚什么东西掉出来？果冻，果冻。看我的果汁完成。大家有看到黑色的渣渣吗？就是巧克力，换你们两个啦。好，养乐多。好，我要放饭进去哦，因为它这个饭是，因为它这个饭已经是熟的。你要先我吃嘞。饼干，姐姐，姐姐，我在怪我，好恶心啊！软糖、坚果以及水。好，我好，我把它倒过来喽。你有闻到？有闻到？没有闻到？为什么现在没闻到？为什么我这么大杯啊？为什么？好，我的果汁完成啦！现在剩你看看这个。下面还有玄米粒呢，高档的，换你，好，换我，我先倒多多咯，那就先放起司，哎，它跟多多颜色一模一样，海苔，葡萄干，抹茶，哎，搞不好。草莓酱，这样可以吗？自己决定。你的海苔好大，你要不要打散一点？应该可以咯。我的下面怎么会是黑色？如果你觉得好喝的话，还气泡泡给别人喝。看一下我的饮料，我是现当今最流行的渐层饮料，而且它还分超多，一二三四四层。我的就是。充满了巧克力碎片的饮料，噔噔，我的是玄米，我喝了，吸不上来，嗯，好甜啊，就是我觉得有点像喷哎，别再说了，酸酸的，酸酸的，它泡酒真的。酸酸的，原来很好喝的概念吗？嗯，而且你看它超浓稠的，哎，有点像那个我们不是喝神奇吸管吗？啊，然后那个饼干泡到配上某一个饮料的味道，好可怕哦！换人，换人，换谁？好，来换我，我要喝喽。那个米粒好重哦，然后其实它因为我水可能加太多，所以没有什么甜味，到后面就是全部都是坚果味道。甜甜来了，我很不想喝。哦，你要搅一下了吗？甜甜这快吐了，喝到海苔就过关了哦。过关了，一定会喝到的，你放心。来吧 ，God bless you， 加油，加油！
哎呦，不是啊，因为我刚刚上面是、哦。那你要先把它喝掉。然后你把它吐回去，把它吐掉，喷出来，对啊，吹进去，你知道空气，然后再吸上来应该就可以了。来吧，不是你看我吐的时候拿那个气味上来，这一集是。这一集简直是把我们所有的丑表情都抓到了。天天加油，天天加油，天天加油，加油！啊！哎，我的没水，我里面没水，我的呢？没水，没水。现在没事，这边呈现灾难状态。还是你要喝一口我的？然后我帮你们装水。我喝看你的。你还自己讲，那你要喝看我的？不过其实我真的还好，因为真的是坚果味道而已。因为它的味道很淡啊。我跟你讲，我认真觉得你的比我好。好，那喝喝看我，我没有想喝。哎、欸，那你喝喝看我的。反正你都喝这么难喝的。我觉得我应该算好喝，但我刚刚喝过莹莹的，我觉得莹莹的好喝，比他说比我的好喝。那你要不要喝看我的？那我们来试试看莹莹的吧。哎、欸，他这你没试过，这你没试。哈，真的是好喝的啦，跟你这个比，你应该可以中奖。真的，这个真的就是坚果味而已，我讲认真的。对对，嗯，好喝多了，是不是？没想到莹莹的饮料最好喝，我刚刚吓死了。哎、欸，我们真的是饭类在拍这一集，不是跟你们讲一直干呕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暗黑系列果汁机。如果你们喜欢看这个系列的话呢，在下面帮我们点1000个赞，甜甜会再哭一次给你们看。对，我想要坐中间。好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灯。那吃货们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如果大家还想看我们什么暗黑系列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，我们有可能会拍哦。他们两个好开心。想看甜甜哭吗？想看莹莹哭吗？